法门带我去买菜。新竹县长杨文科跟着小朋友一起读绘本玩球，在温馨宽敞的空间拍照做纪念。这里是新竹县第一座综合社福馆，把一楼作为我们的社区的活动中心，其他各个楼层我们是作为我们这个托婴托育以及青少年的活动中心。小朋友开心跳舞，新竹县幼年人口比例大于老年人，是台湾名列前茅的年轻城市。要让孩子快乐长大，县府打造地上六层楼的综合社会福利馆，带给我们竹北市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福利的根据地，是我们推动社会政策的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。首座综合社福馆总经费2.8亿元，预计将在上半年正式营运，未来将贯彻老中青幼全面照顾，用优质的社会福利打造宜婚宜生宜养的宜居城市。记者何孟谦新竹报道。